没有，这个是空的。四月四日，上海某超市，一女子被电梯卷入半个身子，大喊救命。监控视频竟然有一节踏板是空的。事故造成女子腿部肌肉开放性骨折，女子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，可能有截肢的风险。快点打电话叫人哦！广州南站竟然漏雨。四月六日，广州暴雨，中国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广州南站候车室里在下着小雨，部分列车晚点。当天广州南站正值清明节返程高峰，人满为患。不敢相信，广州南站竟然漏雨，竟然漏水。视频显示台湾地震，杭州一医院医护逃到空地避险。网友发视频，字幕上写杭州一地发生 4.2 级地震，医生护士都吓出了病，真正的病人却精神了，健康了。有网友质疑，病人一个没有见都扔病房里真的是红的耶。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，你已经拖欠我们近八年工资了，请你尽早将拖欠工资发还给我们。真的是红的耶。哎呦，这热！哎呦，烤脸！哎呦我，我操！快走，快走！这怎么热？烤脸！快走，快走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小花队怎么还不来？真热！哎呦，烤脸！留不住，都烤的火烧连营。
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你很难想象，在今天我们中国的土地上，在我身后这片车水马龙的这个大马路上，还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抢夺手机，恐吓威胁人民群众。接下来呢，我身后这栋建筑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手机被抢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大道如家酒店的旁边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。今天我们被抢的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们拍这段视频的目的是因为我拍完这段视频，我会去附近的派出所报警。这附近应该也有很多的摄像头，这是一个路口，再往前走1公里不到，那边就是火车站，明白吗？那边前面不远就是九江市火车站，这附近应该是天网啊，很多摄像头的。那我们就在这个路口，就在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遭遇到了一群蒙面黑衣人的抢夺啊，这个有充分的证据，而且周边的摄像头监控也很多。我们拍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保留好这个证据，大家可以跟我去看一下。好多年都看到这样的雨了，这吓死个人了，这风。完了完了，哦，奔驰抛锚了，弄不了了。我一台水真盖。阿哥担柴上街卖，阿老出街接花鞋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
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